睫毛好长，鼻子好挺啊，确实难以抵抗他的诱惑。好、哦，徐总，不好了，你快去看看韩小姐吧。她的助理说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不吃也不喝，今天敲她门也一直没有反应。没有反应？是。走，小小，走走，快快快，我们一起走。女儿，钥匙拿过来了，鱼儿，鱼儿，快要救护车！是什么？好像是安眠药。快去叫啊！